换上贝奥五十七号的左投正线手。第零，这一棒打到了游击方向，游击手垫步送向一垒。也许他们打前面的预赛，你会觉得游刃有余，但是面对到的日韩啊，或者是像中华队的投手，投手，对，针对一些变速球也好，变化球的一个判别，这还是有一些落差存在。这是一个纵向的变化球，打者卡萨雷被三振，他的代打不需要考虑手。Debra 他年纪非常的轻啊，才20岁，所以。对于这样子形态投手，他是看起来还是比较吃力啊，三球就遭到了三振，也结束了在这个半局菲律宾队进攻，这又是一个变速球。